请回答王牌本期热点，关晓彤、贾玲演技互动，为你解锁《延禧攻略》全新的打开方式。娘娘，我以为那是您自己的节奏呢。不，这个叫做节奏。女生传声筒，郭京飞演技炸裂，也拯救不了坑爹队友。可以侮辱我郭京飞，但不要侮辱我的专业。你的专业是什么？您的专业是沈腾、陈伟霆舞蹈 battle 即兴任务，为你带来爆笑惊喜。关窗，还有一声雷。王牌对王牌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四季，每一期都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。不过王牌粉们，你们知道王牌的正确打开方式吗？王牌对王牌的正确打开方式。王牌传声筒一直是节目的经典游戏，听说它有101种新奇玩法，承包了我们无数的笑点。接下来看看王牌传声筒又会带来怎么不一样的精彩呢？好，请戴上耳机，来，有请狒狒。OK， 听一下好不好？好。我应该在这里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。哎，我应该在车哪里啊？我应该在车底，不应该在车里。看到你们有多甜蜜，我应该在车底，不应该在车里。只能用拟声词，不能说话啊。OK， 好，好，准备好了。在车里，传递开始。这么长时间？从头。我应该在这里，我应该在这里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。从头，从头。别说伟霆演的真不错，我已经忘了刚才歌是什么了。后边的板可以往前推了。OK， 演得不错，演得不错。快快，辣姐，第一个动作学啊。开车，啊，加档，上档，转一圈，躺在地下，啊，死了，毁容了，是毁容了吗？接下来传递，娜姐，请朝后，不能再看了。对。这还好，零花了，最后还不好演呢。转转转转！啊断！哇！死了！死没死我不知道，反正啊。这歌，我学的是什么？死了都要爱，好棒啊！竟然猜对了，猜对了，什么歌？啦啦啦啦，都要爱，你爱死我了！这么通俗的一个歌名吗？原版的是怎么比划的呀？开着车。打个档，啊！车门出去，出去了，倒在，啊，到车底下去了，啊！
阿杜的歌。哇！哼，阿杜的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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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们不能再耍赖了，我们本来就不是歌手。我们不但不是歌手，我们中间还有个外国人。阿杜最火的是歌名是什么？我躲在这里。对对。哒哒哒滴哒。我躲在这里，他一定很爱你，是吗？应该在这里看见你们有多甜蜜，但这题不能算对。你们前面提示了阿杜，提示了是哪首歌？哎，这个肯定算啊。那咱认了，咱输就输吧，没事，随败犹荣。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吧？知道我们什么品行吧？明白了。嘿嘿，都不能提醒。答对了也没分。我以后就作弊好了。但是说实话，我们这轮他演技太棒了，他连躺在地下往那车底下穿叫死他都那么帅。来，两队互换一下。不要把那唱出来，阿杜，你哼哼一下，给个提示。赖我了，赖我了。好了啊，我们首先把其余的四位队员转过去。请王牌女郎狒狒拿上这道拟音题。什么呀？哇！哦，这个难，静飞看一下。这个比我们的简单。简单多了。简单。这要猜不出来，那真是这组真的是。是。你来。准备好了吗？来来，挑战开始。来，三个字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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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心电图。我照着演，我不知道是啥。没了吧？嗯，没了，没了。三个字啊，三个字。三个字啊。滴滴滴。滴滴滴滴，滴滴滴滴滴滴，滴滴滴滴滴，没了。是喊吗？是。哦，对，是哈。完了，我少哈了两声。不能聊天，哎。滴滴滴滴，滴滴滴滴。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查车的这是，查酒驾的这是。啥？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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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三个字。有这个，有这个舌头，有这个。有，但它是往这边歪的。往哪边？左边。好严谨，姚晨好严谨。滴滴滴滴。你不要念那么性感，好像他没有这样。滴滴滴滴啊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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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右边右边歪的啊，滴滴滴滴啊，滴滴滴，不重要这个。我们很关心那个舌头的歪的方向。滴滴滴，对，但前面是几个字啊？三个字。答案是什么？救护车。答案神经病啊！我觉得有点像定时炸弹。测酒驾，测酒驾，测酒驾。答案是什么？测酒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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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确实很像。
不，他们把细节全忽略掉了，就以杨迪为首，第一个上来，这个绝对是奸细。不是奸细，我忘了。小郭，你用的是体验派还是方法派？你说一下。绝对体验派，我是跳进跳出。我发誓，你们看一遍，你们都猜不出来。第一个原版演一遍，最后的给答案，好不好？给我转过去。你自己挪挪不行吗？你转过去干嘛呀？就瞎讲究，真的是。这个挺好玩的，你知道吗？突然一下就启动，啊。滴滴滴滴。滴滴滴。哦，我突然知道是什么了。滴滴滴滴。这边演的好一些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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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咔嚓，咔嚓，请注意，咔嚓，滴，这真的像这个。这边演的好一些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早一点这么模仿心跳，大家就早知道了。心电图，可以侮辱我郭京飞，但不要侮辱我的专业。你的专业是什么？您的专业是相声演员。高鑫，答案是什么？三个字。心电图。哇！心电图怎么会有？没有啊，你最后不是噗，而是来。我是噗完了以后才喂。还有噗。姚晨有答案吗？排雷也不对不对，那俩字儿、靠近排拆三个字拆炸弹。哎呦，把他牛的呀！但是你、没用啊，以最后一个答案为准啊。啊，对，以最后一个人为准。对啊。在王牌的舞台上，致敬了无数经典，在这里既能够唤起大家的共同回忆，又能够发掘新的乐趣。接下来就看看贾玲、关晓彤如何解锁全新的《延禧攻略》。接下来有请两对嘉宾共同出演的作品《后宫攻略》。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，闭着眼睛梦想着他不会停，你没办法靠近。璎珞呀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唱歌的时候如果忘词了，让你提醒我一下。娘娘，我以为那是您自己的节奏呢。不，这个打这个，不，这个打这个，这个叫做节奏。哦，哎，不顺心。娘娘为何如此伤感？活够了，璎珞。今天把你叫过来是想跟你道个别，道完别我就准备把我的生命定格在这美丽的三十多岁。您说什么呢？娘娘，您都三十多岁了。璎珞呀，听话能不能听重点？好的，娘娘。那您好端端的为何会有这种想法呀？自从我上次大病一场，皇上很是担心，命御膳房每天美食进补，久而久之就如现在这般模样。再这样发展下去，我肯定会失去了皇上的宠爱。娘娘，您真是多虑了，您看看您现在一点儿也不胖。真的吗？快，璎珞坐下来给我讲一讲娘娘怎么个不胖法。娘娘，你看您身材比例这么好，头这么小，腿那么长，又细又直，多好看呀。是吗？其实我也觉得我的腿挺长的。哎，璎珞你过来，快看我这大长腿，我的腿从这儿到这儿，璎珞你的腿从这儿。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。好了，娘娘，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先把这衣服放下来，我看你那对腿吧。黄眼睛，什么主意啊？
这以后啊，御膳房送来的食物您就不要吃了，让尔晴吃。璎珞呀，你都不知道尔晴吃成啥样了。尔晴，你进来一下。娘娘，快看，尔晴已经挺帮我忙的了。回娘娘，我已经吃了一只烤全羊，还有一只烤鸭，我实在是干不动了。那这样，你赶紧去运动运动，缓一缓，缓好了，把那只烤鸭也吃了吧。娘娘，能不能好好聊聊？你说，娘娘，是我不好，我坏事做尽，但是你能不能别再用这种吃东西的方式惩罚我了，行吗？这种惩罚方式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富啥富豪不要我了，娘娘，好好的一个家，就让皇后娘娘给我看。快快快，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娘娘啊，啊，娘娘啊，哎呀，娘娘，你刚听见他说什么没？什么？他说傅恒不要他了，那我不就有戏了吗？璎珞呀，你相信我，你的真命天子不姓傅。哎呀，娘娘，您还是想想您自己的事儿吧。哎呀，别提，一提那个事儿我就害怕。那这样吧，娘娘啊，干脆咱们就不吃，直接倒掉。那怎么行呢？皇上御赐的，那对皇上是大不敬啊。那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算了，随机应变吧。皇后娘娘，奴才袁春望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璎珞，快看，快看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太可怕了！快看这一碗汤。别怕，别怕。禀皇后娘娘，这是御膳房今儿个专门为娘娘备的菜品。好了，公公既然送完菜，那就请回吧。皇上特意吩咐过，请娘娘务必把这菜吃了，奴才才能回宫复旨。这么多我根本吃不了啊。没事没事，娘娘今天胃口不好，吃不下这么多。皇上英明，料到了娘娘胃口不好，而这汤就是专门为娘娘调理胃口。完了，璎珞，你看这碗汤，这跟洗脸盆一样，怎么办呢？没事，娘娘，我有办法。娘娘说了，你近日为娘娘准备御膳，很是辛苦，娘娘让你把汤都喝了，补补身体。我这种下人要是喝了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这是娘娘特意赏赐给你的，你不喝，那就是对娘娘大不敬。好，奴才喝。让他多喝一点。好嘞。娘娘说了，汤不能白喝，每一碗要有意义。对，是得有意义。今天御膳准备几道菜呀？汤不算，三道。喝三碗。娘娘，这意义有点牵强吧。你快喝吧。娘娘再问你，来宫里几年了？五年。回来喝五碗。汤下的也太慢了。春望啊，本宫亲自问你个问题，你猜本宫今年多大了？
禀娘娘，这个问题奴才实在不好回答你，还是请娘娘换个问题，比如说问问我有几个爸呀几个妈呀诸此类之类的。娘娘，奴才实在是喝不下去。你看你都喝不下去，那么多娘娘怎么喝呀？说得对，汤娘娘可以不喝了。啊！皇上驾到！皇上来了。奴才给皇上请安。皇上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朕是抄近道来的。哦。有一个小门，他们都挤不过来。嗯，既然是小门，皇上也不能钻过来呀。朕怎么能钻过来呢？朕是大大方方走过来的。哦，皇上真是机敏过人啊。怎么样，今天这几道菜你都吃了吗？非常可口。一口没动。皇上最近有点不大方了。皇后啊，你就放心吃吧，朕特意从西域请来一个瘦身顾问，制作了一套减肥计划，不知道现在顾问还没到吗？来喽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瘦身顾问，我将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你们塑造出一个完美的体态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跳西域瘦身操。好，快把方莲儿行也叫上来。哎，一起来。演技不够，舞蹈来凑，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三位嘉宾谁的舞姿更胜一筹。接下来苏外格，我要模仿一段热舞，鹿晗的。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统一就转过了身呢，哈，真的是。不是，哎，提到鹿晗看我干什么？奇怪，你就模仿嘛。我这样吧，我看看像不像，嗯。啊，跳得好好啊！跳得好。来，小童点评一下这个舞蹈吧。好。我觉得吧。你觉得怎么样吗？我觉得特别的好。我给你出一个情境，好吧，在一个风雨高嘎的夜晚，高嘎，哗哗闪了两个大雷。哦 ，OK。你去关窗户，关窗的时候又一个闪电把你给劈倒了，给你劈倒了，你醒来变成一个女的，完了饿了。给自己包了顿饺子。点在这儿。腾哥 Q 剧情，我一听就来跳。风雨交加。哇！风雨交加之后呢？去关窗。关窗，还有一声雷。哇！快，小公主苏醒了，变成了一个小公主。哎，Hungry。演得多棒！为什么包饺子还要颠勺？他做的是煎饺。
OK， 非常棒。要不我也出一道题让你跳一下舞，好不好？嗯，干嘛？好，情境表演。有一天你去沙滩，太阳好晒，不行，我死了。一醒来，发觉自己体重重了，在海上面沉到海底，变成了贾玲。怎么办呢？我要努力游上去。发觉有一条鲨鱼在追着自己。是鲨鱼跑啊！回来！别动！出道以来就片约不断，就是有网友说沈月姐是有强大的后台支持。我后台确实挺强大的。就这个词吧，仿佛写的就是还挺连句的，其实特别的空洞。说谁粉丝呢？如果女友问你，我和你妈同时掉到水里，你会救谁？这个无解哈、啊，这个题简直就是要分手一题。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。音乐一开，两拍我没有进去过去了，当时我就心慌了。